27年前逆袭成为北大毕业生的保安，如今怎么样了？请点赞订阅，谢谢。27年前逆袭成为北大毕业生的保安，如今怎么样了？27年前，来自山西长治的小保安张俊成通过自学考上北大法律自考专科，从保安逆袭为大学生被称为北大保安第一人，由此拉开了北大保安天团的序幕。如今这位曾经的北大保安已在家乡从教20余载，并创办了一所主要面向农村孩子的民办中职学校。这些年他都经历了什么？以下这篇报道带你了解张俊成从保安到大学生到教师再到校长的人生轨迹。故事很长，但值得你细细读完，相信你一定会有所触动，也欢迎大家与我们分享感受。时隔27年，张俊成依然记得第一次在北大站岗的情景。那是5月末的一天，天气已有些炎热，他头戴大檐帽，身穿制服，站上北大西门岗台，眼前人流如织，一切都是新的。张俊成在北大当保安时期，受访对象供图此后的故事尽人皆知。这个来自山西长治的小保安，通过自学考上北大法律自考专科，从保安逆袭为大学生，被称为北大保安第一人，也由此拉开了北大保安天团的序幕。曾经光芒四射，此后的人生更加精彩。这位曾经的北大保安，如今已在家乡从教20余载，并创办了一所主要面向农村孩子的民办中职学校。他说，北大给我播下了一颗种子，我要把这颗种子带给更多的人。一出身寒门，出长治市区，一路向北，直至上党盆地边缘，地势渐陷起伏，山路蜿蜒盘绕，约有1个多小时就到了张俊成出生的地方，长治市襄垣县下梁镇土泉村。这是太行山区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小村庄，几十户人家聚居，房屋依山而建，多是土窑，耕地支离破碎，少有收获。贫穷与张俊成的成长相伴，张俊成在儿时住过的土窑前，本报记者马小元设在张俊成的记忆里，身上穿的永远是哥哥们留下的旧衣服，补丁落补丁，袖口和前襟油亮，鞋也露着脚趾头。早饭多是蒸几个山里摘的小野梨，午饭则是掺了玉米面和高粱面的三活面，炒菜时舍不得倒油，只用浸了油的布头在锅里刷一圈。到了晚上，小伙伴们都挤在一处看电视，那是全村唯一的一台电视机。儿时最牵肠挂肚的味道，是亲戚带来的鸡蛋糕，那是家里的稀罕物，母亲总是仔细地锁进柜子里，用来讲给听话的孩子吃。时间一长，竟长了绿毛，母亲把绿毛轻轻刮掉，孩子们依然吃得香甜。最难的时候，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父母只能厚着脸找邻居借米下锅。不知多少次，张俊成看到了母亲偷偷落下的泪水。因为家贫，张俊成的几个哥哥姐姐先后失学，张俊成作为家中老小，是唯一读完初中的孩子。张俊成记得，初中每次交学费，自己都是先欠着。那时学校离家20-30公里，又不通公交，要靠父亲骑自行车驮着他上下学，加上得用粮食换饭票，父亲既要带人，又要拉粮食，十分辛苦。既然这么难，为啥还要为难父母？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张俊成在初中毕业后中断了学业，
看到在县城打工的哥哥烫头穿喇叭裤，洋气极了。张俊成也有了外出打工的想法，但心疼老幺的母亲不同意，长得还没灶台高，出去连自己都照顾不了。就这样，张俊成只能留在家里帮着父母务农。20多年后，张俊成忆起这段日子，仍然觉得种地是最苦的活。早上5点，天还没亮，就得咬牙起床下地。玉米地里的长叶子把手臂划得生疼，还有那一眼望不到头的麦田，好像怎么割都割不完，直让人生愁。不干农活的时候，张俊成还要跟着父亲和哥哥们一起捡铁石麦钱，挑好地方，炸出矿洞，把红红的铁石捡出来，再用柳条筐挑到厂子里。15、6岁的身板，挑100多斤的筐，每日在山路上往返几十趟，只能挣20-30元，穷怕了，更是苦怕了。张俊成想跳出大山的心一天比一天迫切，软磨硬泡了2年多，母亲终于松口让他离家。走出大山这一年，张俊成17岁，表哥帮他在长治市区一家汽修厂找了一份冲压工的工作，工作得来不易，张俊成倍加珍惜，不仅分内活儿干得认真，遇上脏活累活也总抢着干。厂里的工人1小时冲80多个，而张俊成能翻番。一次有批急单需要加班，老工人们都不愿意，张俊成二话不说顶了上去，当了8个月的冲压工。北京一家保安公司来长治招人，在厂领导的支持下，张俊成报了名，坐上了去北京的大巴。一个刚刚从山里走出的年轻人，即将踏上首都北京的土地，张俊成很激动。车从长治一路到北京，张俊成的心情越来越兴奋。到了北京，张俊成更是目不转睛盯着窗外，宽阔的马路，高耸的楼厦，从没见过的车，让他目不暇接，雀跃不已。谁知车过北京城，竟越走越偏，最后停在了昌平一个农村。此时张俊成才知道，入职前还需要在这个保安训练基地进行为期近1个月的训练，而训练成绩直接决定分配去向。张俊成在北大当保安时期，受访对象供图要干就要干到最好。抱着这个信念，张俊成全身心投入训练中，别人练1小时，他便练上2个小时，别人看一遍书，他就看2遍。训练结束，他拿下了军事技能、业务知识、职业规范等多项考核第一，最终成绩在500多人里排名居首，拿下第一。张俊成心知分配去向不会太差。分配那天，大巴拉着学员们一路停靠，每停一站就会留下一些人。当车把张俊成和10几个学员一起留在北大时，张俊成意外极了，想过会去好地方，没想到会是北大。